后咱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点，2020年的12月17日，一个叫做沙磊的 BBC 驻中国记者发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做《新疆采棉工：新证据揭露时尚产业背后的强迫劳动》。开头第一句话就说 ，BBC 获得的一份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西部新疆地域广阔的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在如今这个人手一部手机、头顶上卫星密布的时代，别说强迫50万人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了，就算我哪怕就只给你50万条狗，或者50万个沙磊，你每天带他们出去整齐划一的遛一个小时啊，不用长，就一个小时，你这样持续干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确保不流出哪怕一张照片或者一张卫星图片，这么牛逼的手段，你表演一个我看看。我们刚刚得知沙磊不辞而别，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是非正常离境，因为他没有履行一个常驻外国常驻记者离任前应该履行的手续。那么的确我们也听说新疆的有一些民众和实体啊，因为沙磊涉疆的假新闻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呢打算要起诉沙磊。那么这个完全是民间的行为，与中国政府无关，我们也没有听说有任何的中方政府、中国的部门威胁他，所以如果沙磊认为他的报道是公正的、客观的，那他就应该勇敢的应诉，不用害怕。如果有证据表明他受到了威胁，他就应该报警，我们会保护他的安全。但是他跑什么呢？Yeah, 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老沙就这么走了，猝不及防的跑路了。哎，我没有什么能够送给他的，于是呢，我就简单的做了这么一段阴间滤镜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喜欢。不知道符不符合 BBC 的标准。老观众们都知道，我对待 BBC 中文版的态度一向都是拿来当个乐子。我建议大家也这么干，完全不需要把这帮东西当成一回事。其实不光是 BBC， 有很多西方媒体的中文板块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他们打着媒体的幌子，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金钱援助，这类中文版的内容它都有个特色，那就是全部都是免费投放。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盈利，反正他们好像就是很有钱的样子。而他们的英文内容，像是他们的网页内容还有他们的英文报纸，都是需要付费订阅的。他们的英文内容和中文版之间的内容，这个质量差别之大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就好比是刘姓保洁阿姨与刘保洁之间的差别。你看刘姓保洁阿姨高端大气上档次，劳动人民最可爱。你再看看刘保洁，那在节目里面成天浪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跟马西平有一腿。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云泥之别，那些东西它其实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很多国内的小伙伴们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这类媒体他们报道的那些内容，在海外，在这些媒体的所属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其中做的最难看的，吃相也最难看的，就是美国之音。面对这台在冷战时期由 CIA 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一手打造的冷战宣传机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这个媒体的内容是不可以在美国国内流通的。当然了，在如今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如果您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他们的内容。您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包装自己内容的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中国人接触到的最多的方式，可能就是通过教您英语来向您输送一些特定的信息。但即便就是这个样子啊，感觉美国政府好像特别不待见美国之音。但是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 CIA， 每年都会给这类媒体提供技术支持，还有资金支持。那感觉就像是这么高端的媒体，我们美国人不配拥有，一定要把这样优质的内容留给我们不喜欢的中国人，让动乱啊呸，让自由民主的光芒照耀中国的大地。英国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 BBC 中文版的内容，但是他们中文版当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在英文版您各位是绝对看不到的，而且有时候中文版会翻译一些英文版的内容。但是呢，这种翻译我已经发现不止一次啊，在这个翻译上会出现一些小的纰漏，导致前后文的这个关系还有给您的这个感觉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不是您自己主动去搜索，非中文用户您是很难接触到中文版的这些内容的。
所以换言之，这又是一个英国人不配享有的媒体，只有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还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华人才配拥有这样的媒体资讯服务。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内部其实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媒体是媒体，政治宣传是政治宣传，你在外面怎么样的胡作非为，怎么样的胡说八道我管不着，但是到了国内，你们这帮家伙最好就给我安分一点。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外面吹的那些牛逼，如果拿回到国内，让国内的老百姓听到，哈哈，我估计国内的老百姓会比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反得更快。为什么从前年开始，海外的某一个邪教小报屡屡成为了美国主流媒体攻击的对象？其实就是因为这帮脑残破坏了规矩，把政治宣传套上了新闻的外衣，杀入到了美国国内的舆论场。美国有些人曾经觉得自己养的是一条性格沉稳、唯狗老实的阿拉斯加，偶尔放出去还能咬一咬自己的敌人，何乐而不为呢？但结果没想到，这货居然隐藏了自己的血统，他居然是一只小而不纯的哈士奇，现在养大了，拆起家来更猛了。就在上个月20号的时候，美国调查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布了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英国外交部是如何通过这些西方的所谓媒体对他国进行渗透，引导舆论，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全球三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其实早就跟英国政府有一腿。在2020年1月解密的一系列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就通过 BBC 这个拉皮条的，向路透社提供了一系列的秘密资助，然后路透社再拿着这笔钱去养一个由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所运营的一家反苏宣传组织。即便是日后苏联已经解体，但是这些机构它依旧在运转，依旧在发挥影响力，明里暗里的招兵买马，试图通过一些网红，还有一些俄罗斯的记者，继续对今天的俄罗斯施加影响力。另外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在英国联邦发展办公室下面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所以这个机构每年的预算是不对外公开的。也就是说，这个机构每年花了多少钱，花在哪儿，花给了谁，一般人根本无从得知。曾经有一个英国的议员要求公布这个部门的预算数据，但是呢，他的这个要求被以妨害国家安全还有可能破坏项目效力为理由给拒绝了。对了，顺带一提，这个机构的老大叫做安迪普莱斯，是个情报头子。根据泄露的资料显示，这个机构运作的最近的一个项目是与英国的反造谣与媒体发展部一起造谣，他们一起制定了一项耗资830万美元用于削弱俄罗斯政府对邻国影响力的项目，目标是对抗俄罗斯的媒体，并扩大对北约国家信息的影响力，并增强波罗的沿海国家对俄罗斯敌对信息的韧性。在这个庞大的项目里，有许多我们熟悉的所谓国际大媒体与英国政府合作， BBC 就是其中之一。根据灰色地带的报道， BBC 通过其名为 BBC 媒体行动的非盈利机构成功竞标到了这个波罗的海秘密计划。这批协议的白纸黑字的文本内容，您各位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所以这年头，凡是跟意识形态沾边的这些所谓的非盈利组织，我一个都不相信。因为首先我压根就不相信这帮孙子真的不盈利，其次你要是知道一些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宣传战的小故事，你看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根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惊讶。相较于动刀动枪在战场上厮杀，花点小钱把你国内的脑残忽悠起来，让你进入内耗，让你的国家从内部慢慢瓦解，要简单划算得多。一个项目乍听800多万好像很贵的样子，但是这年头您各位想想，在战场上你随便丢两个二踢脚可能就要上千万，但是如果你把这800多万换成狗粮，你可以养多少好狗？只要钱给到位了，你约个稿啊，一个武汉日记不也就出来了吗？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好狗，所以出现那些让您觉得莫名其妙的报道，您各位也不要太大惊小怪啊，顺理成章的事情。去年6、7月份的时候，沙雷跑去武汉采访了一些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武汉人，通过他们的一些哭诉或者是抱怨，试图说明中国人不管这些遭受苦难的同胞，就知道庆祝，就知道为政府歌功颂德。我记得那个时候英国政府刚刚宣布解封，英国由于封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于是呢，沙磊就马不停蹄地跑去武汉大谈民主自由，表示真的好心疼当时那些被关在家里的武汉人。结果就这样，英国政府浪了2个月，疫情再一次成功的强势反弹，如今已经达成了死亡人数差不多有13万的小成就，欧洲国家当中死亡人数最多，单位人口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
我说的这个剧情用图表来表示就是这个样子。数值越低的时候，沙雷对于中国抗议的批评的声音就越大声，数值越高，他们的声音就越小。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反正我看到的是，愚蠢的英国政府导致自己的承包商难以正常的展开工作，还让 BBC 成为了中国人民群嘲的对象。我要是 BBC 的老板，我肯定得去找军情六处索赔。哎，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蠢的队友。一个全世界最先喊着群体免疫，让老百姓自由去死，医疗物资优先供给给年轻人，给无数还在努力求生的老人拔掉呼吸机的这么一个国家。然后昨天一帮小清新为了纪念英国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受害者，死者家属们在议会大厦对面的墙上绘制了一幅由150,000颗星组成的大型壁画。这就让我想到之前美国也搞过类似的行为艺术，把死者的照片投影在建筑物上或者是桥墩上。当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你给我看这样的内容，我可能会觉得哇，好感动，西方国家真的好有人文关怀啊。但是我活到现在这个岁数，你再给我看这种东西， 我不但没有任何感动，我反而会觉得好恶心。不过这次英国的行为艺术家们终于有了一点进步。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发起这一次壁画绘制活动的那个叫做为正义而战的死者家属组织，他们呼吁对这次政府进行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方式展开调查。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都死了这么多人了，好歹得有一个人出来负责吧。但是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您各位，不会有任何人需要负责。就算是调查，也只不过就是走走过场，不会有人真的需要对你们家人的死负责。因为如今自由民主神教的这一套原教旨主义狂徒们已经把程序正义、选票正义玩得炉火纯青，在疯狂这件事情上，他们跟伊斯兰国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符合决策流程，合情合理，你根本无从判断对错，要不要负责，要不要引咎辞职，全看这个政治人物的脸皮够不够厚，来自于党内的压力够不够大。这一次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整个英国政府从上到下沆瀣一气所促成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觉得找谁负责合适？整件事情符合流程，合情合理，所以你的家人死的也合情合理，符合流程。您各位明白吗？这一套流程你只能说它是一个悲剧，并没有任何人需要负责。如果你要不服气，那你还可以有上街抗议示威的自由，当然你还有被英国警察胖揍一顿的自由，然后什么都不会改变。等你们那个壁画画完了，政客走过去拿你们画的壁画当个背景，对着媒体表演一下，赞扬一下英国人民的勇敢与脑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能有啥呢？这么多年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难道大家还没有熟悉这一套游戏规则吗？我感受到最后不会有任何一个英国官员会因为疫情应对不利而下台，因为你否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否了这一整条规则。如果这一个人需要负责，那么他背后的那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就都需要负责，因为你否的是这一整套流程，明白吗？所以我就敢跟您打这个赌，如果真的有人因为应对疫情不利而下台，老子女装直播。最后咱们还是说回到老沙，我觉得这个策略转化是对的，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要不然您各位想想看啊，放任这帮孙子在那胡说八道，只是抗议一下，不走法律流程，那么他们下一次还会怎么干？您想想啊，我们的人去教培中心学了门手艺，或者就是学了学普通话，走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回到家之后呢，家里人看着他就跟看着怪物一样啊，你被系统性侵了啊，还是你被种族灭绝了啊，这是又诈尸了吗？真的是不能再放任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让他们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只有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的舆论才可以闹大，才能传回到英国国内，在英国国内的舆论场引起关注，只有这样才能让英国人看看他们的媒体在海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知道在新闻报道中难免会做一些合理的推论，但是我相信推论与造谣之间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的。所以既然你要做这样的报道，你就必须为你报道的内容负责。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找不到证据是因为有人把证据都藏起来了，或者你说中国政府阻碍你去找到这些证据，所以你没有证据。那么拜托你回归到你自己的对于法律的常识。你没有权利逼人自证其罪，或者逼一个人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比方说啊，我觉得你就是杀人犯，好了，你现在向我证明你为什么不是杀人犯。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是这么玩的。
就比方说，我现在要爆料，根据我好朋友乌苗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我有理由相信老沙曾经跟500,000门迫击炮愉快地玩耍过。哎，那么现在麻烦老沙向我们大家证明一下，你跟那500,000门迫击炮是清白的。最后啊，我还是得祝老沙在台湾的工作能够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确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而且那地方的工作压力我相信要比北京大得多啊，因为那个地方你的那些同行们的专业素养啊，都超乎你的想象，你要赶上他们的业务水平的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产生一个经济结果叫做中共没有足够的外汇来买外国货，所以呢，最早先2019年我们大选前半年左右，中共把陆客台湾的自由行砍掉，团客也砍掉，后来呢对澳洲不买牛肉红酒龙虾，也是要控制外汇观光那个观光的那个支出。然后呢，原来中国游客在日本、英国、法国的百货公司里面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吧，对不对？对，现在呢撒钱啊，现在游客没了，所以呢他现在能省的就省，能省的就省，国内没钱了，所以呢，只要有找个理由就不下架这个不买那个，说穿了是没钱。